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唱圣诗，新圣诗第23首，雀鸟的主，金鱼的主，请司琴弹一遍前奏，请全体会众起立。站立，一起来信仰告白，用尼西亚信经。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比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三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占领，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而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全能的主耶稣，请你听求我们的祷告，
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今天我们齐聚在你的至圣所，同心来敬拜你，因为你的爱差遣你喜爱的独生子降世于我们的中间，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过，经由他被钉十字架所受的痛苦与鲜血，为我们洗净所有的过错。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福气与无上的宝贵，就如同诗歌上所颂赞的，你是雀鸟的主，金鱼的主，彩虹的主，十字架上的主，也是我们邻居的主，也是我们敌人的主。你是天上地下左邻右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你是值得称颂赞美敬畏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平安的日子，健康的身体，智慧的头脑跟喜乐的心灵，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像你爱我们一样更加的爱别人，能够爱父母，爱家人，爱邻舍，爱朋友，并将你的福音能够传遍大街的小巷，以至于地极。主，我们也为蔡牧师夫妇在美国的行程来代祷，求神能够亲自的保守，一切都能够平安，并能够与当地的教会有美好的分享跟交流。我们也为着仍未停歇冲突的加萨走廊来祷告，求神来施恩，让双方能够达成停火的协议，避免更多受害的平民。我们也迫切地为前几天发生在高雄的气爆事件祷告，求神能够赐给政府智慧，能够妥善地处理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许多工作，也能够赐下平安，安慰当地居民的心，不要被恐惧所捆绑，也更安慰那些失去亲友的人，陪伴他们能够度过悲伤。我们在这边也为着北二区的福音参会来祷告，求神带领讲员见证者一起来分享。我们也为教会中许许多多事工来祷告，我们为教会里面少气的福隆退休会能够保守他们在今天能够平安的返回台北，我们也为即将在8月15号到21号的清水福音队的服事，我们也祷告，求神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能够为主做更多的工。我们为装备部的退休会，还有成人主日学儿主的事工，都求神一起来带领。我们也为宣道部的宣道年会的客家主题，能够支持连家恩医师在非洲事工募款，都能够求神来保守。我们也为了开拓中的南园教会在现阶段的运作以及所有的建造一起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南园教会能够在社区事工它能够发展的更蒙主的恩典，我们来祷告，求神赐给无止境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来使用，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我们今天也为身体欠安无法来到我们当中敬拜的兄姐，以及出远门在外的兄姐们没有办法来做礼拜，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倾听他们在一切的祷告当中都能够保守平安。我们也为买回约翰馆的奉献来祷告，你是一位知道我们欠缺什么的主，也是一位随时能够听我们祷告的主，是一位常常以圣经话语告知我们当如何行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信靠你，我们一切不致缺乏。主啊，我们将今天礼拜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求你的恩膏来膏曾牧师的口，来传讲你的真道，以及洗净我们的心灵。以上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起应文。今天的起应文呢，是圣经的箴言第四篇。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要得智慧，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也不可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长寿。高举，对不起，对，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我们接下来献诗，今天的献诗是黄光慈姐妹，她献的诗歌是在《闷着颂·圣保罗神句》里面的《耶路撒冷》。出的圣经呢，是在诗篇，七十八篇第一到第七节；另外一处是箴言二十二篇第六节。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箴言，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今天曾牧师带给我们的讯息是当行的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曾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你的你圣所一同的来敬拜。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也特别看顾我们台湾，主，特别在最近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遇见许多的灾难。主，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你仍然在掌权。主，我们求你擦去我们的眼泪，也挪去我们心中的惊恐，将你的平安，将你的慈爱，将你的恩典再次的临到这块土地。我们求你来看顾，来引导，也将我们今天的礼拜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礼拜接下来是父亲节，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讲道当中，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圣经有关于父亲的一些教导。那犹太人他们有三个重要的教育的场所，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家庭，一个是会堂。那学校是教导学习历史的意义，那家庭是让孩童去学习犹太人传统的形式和礼仪，那会堂是要人去体验团契和历史的重要性。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教育，特别他们重视家庭的教育，所以他们是以家庭为主要的教育中心。圣经当中多次提到说父母对儿童要进行教育和训诫。如果我们今天所读的那段圣经，为什么这不会动呢？好，就是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又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想圣经的这些话其实很重要的是圣经的这些话很重要的是要让犹太人他们知道教育是父母对儿女最重要的责任。对犹太人而言，父母最重要的责任不是单单提供家庭的安全，或者是给他食物上的温饱、经济上的需要，甚至不是给子女很好的教育。给子女很好的教育不是父母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是亲自好好的去教育子女，这才是父母最重要的责任。我想这个是从圣经的这个观点当中有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透过家庭的教育来保持信仰，透过家庭的教育让这个民族的传统得以维续，
那犹太人他们自从婴儿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进入家庭教育的程序。犹太的律法要求父母要尽早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如同约书亚记当中所强调的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诵读。所以犹太人的父母他们知道，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即使不会说话，他即使好像什么都不懂，就开始将上帝的话对他们来教导。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无旁贷。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比较容易认为说，教育子女是谁的事情？是妈妈的事情。可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他们认为父亲是上帝委派给人第一位教师。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第一个教师应该就是你的父亲。那父亲才是家庭中最重要的老师。从犹太人的观点，我们常常会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啊，上帝为了要爱每一个人，所以 为每一个人预备了父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上帝为了要教育每一个人，所以为每一个人预备了父亲。父亲在家庭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老师，这是犹太人他们非常非常强调的观念。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七十八篇是一个咏史诗，就是借着历史的故事要教导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知道上帝奇妙的作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同时也是我常常在每一次为那个教会的适婚的青年要辅导的时候，我们在辅导的第一堂课一定会读到这一段圣经。因为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传承是透过家庭，是透过父母对孩子孩童的教养，使他们能够认识这个信仰，透过家庭的教育使这个信仰得以代代相传。那这段诗一开始要以色列人要用心侧耳的留意听。那因为为什么呢？虽然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文盲很少，如果你去了解犹太人的文化，他们很重视教育，文盲非常的少，但是那个时代并没有印刷术，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没有书籍，所以在古代的时刻学习是靠着口耳相传。一个人他如果想要学得好，就必须留心听、侧耳听。也正是因为如此，传讲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礼拜，传讲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直是被强调的。特别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宣讲上帝的道、宣讲上帝的话语一直是礼拜的重点。所以我们教会做礼拜，我们常常不是诗歌唱得非常久，而是牧师的讲道比较久。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唱诗歌比较有参与感，听牧师讲道好像看牧师在表演哦。可是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传讲是很重要的，是一直是我们主日礼拜的重点。只有上帝的道被正确的宣讲，上帝的道被正确的认识，人照着上帝的道真正的去施行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敬拜。这是我们在，啊，我们改革中主日礼拜的神学。然后第二个，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提到说，我们要用生动的方式来说历史。这段经文提到说，要把传讲者要用生动的比喻，把古时候的人所不了解的事情用清晰简单的方式表明出来，要让听的人一听就可以了解。那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重复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是帮助人建立信仰的一个重要方式。信仰的道理常常是透过反复的提醒才能够深植在人的心当中。所以呢，如果要把信仰的道理讲出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传讲，然后保持简单，让听的人可以理解。所以如果你来教会里面，你说，哎呦，牧师啊，你讲这个道我听过很多遍的，我都听你讲很多次了，我都知道了。我想重点不在于牧师讲这个道你听过几次，因为信仰不是当作知识来追求了解，不是你知道的信仰知识越多你就越属灵。我们的信仰也从来不是在比赛我们坐在台下的人谁知道的比较多。信仰所要求的从来就是这个道有没有被真实的相信，有没有进入听者的生命当中，并且
它有被真实的实践出来。所以我们除了要很认真的聆听以外，还要将这样的道活出来。第三个，这段经文当中它提醒我们，这些事情是口耳相传，一代传过一代。他说这个信仰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呢？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是一代传过一代的信仰传承。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对于我们每一个坐在台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不单单只是被传来相信而已，我们也是被教育要把这个信仰传讲给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也能够得着这个信仰，然后再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传承。如果我们把我们信仰的传承认为是每个礼拜带他到礼拜堂去听牧师讲道的话，那可能就偏离了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做父母的人就有责任把上帝的话语传讲给下一代。那我们要传讲什么呢？诗人说我们要传讲的是集中在上帝的美德、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上帝的美德就是在述说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仁慈的，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是怜悯的，也是一位施行拯救的上帝。我们传讲的是上帝的这样的属性，我们也传讲上帝的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这是指上帝在历史当中他所施行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天马行空的神话，而是上帝在历史当中他真实实际的作为。透过上帝他实际的作为，使我们的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去明白上帝的爱和他对我们的计划。那在这段圣经当中，他提醒我们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上帝设立这些法度律法，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要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传讲给子孙。诗人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传讲是上帝所命令的，是上帝给每一位以色列百姓的责任。上帝立法度设律法，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一代一代的传给 后代的子孙。所以我们在其中每一个人是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传讲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说那是祭司的事情，是教师的事情，是牧师或者是主日学老师该做的事情，所以不干我的事。不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个信仰团体当中，特别最重要的信仰团体是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人都有责任负起这样一个传讲的责任，好让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因着我们的传讲而延续这个信仰。然后诗人也再次的强调，要从这代到那代持续的传讲下去。那上帝要求从这代直到那代连续不停的传讲下去，是要我们的后代的子孙他们也可以晓得，然后起来再告诉他们的子孙。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仰被传承是在家庭里面，在其中谁是最应该被传讲起来讲述上帝作为的那个人呢？从犹太人的观点当中，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也就是这个家庭父亲他所应该扮演的责任。所以我要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提醒，你在家庭被赋予一个最重要的责任，不单单只是赚钱，我没有说赚钱不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传讲上帝的话。那一个父亲要教导他的子女哪些事情呢？就是要教导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三件事情。仰望神是学习将自己交托给上帝，这是一种个人的信靠。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别人信得再怎么好都不能够代替我们，或者是别人为我们也不能够为我们捐很多钱给上帝。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家最近都没来教会做礼拜，他没有来做礼拜，我多奉献一点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学习把自己交托给神。特别是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有这样的责任，在孩童他还幼小的时候把他引导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只能够
引导他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他有信心。那诗人说不要忘记，忘记常常不单单是因为记性不好，除非我们像我们年纪这么大，忘记常常是内心故意拒绝，是恶性的不信。所以诗人提醒我们，最好的不要忘记，就是经常的复习、念诵、默想、谈论、谨守遵行以及教导子孙。那这样的过程是在培养一个人有谦卑受教的态度。所以无论是在家庭、在公众聚集，家长都有责任向儿女见证真实的信仰。那信仰团体当中的领袖更应该在群体当中不断的增进会众对上帝的认识和信靠。最后这里说到守命令， 守命令是因为出于顺服的心智，当人愿意顺服，他才能够真正的守主的命令。所以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信仰团体，如果照着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子女的时候，子女就会被建立起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甚至称 这三件事情是信心的三所神谷，那个神三谷神所，就是个人的信靠，就是仰望神，受教而谦卑的思想，就是不忘记，然后愿意顺服的心智，就是守命令。当一个人有这三种态度的时候，他的信仰就会更加的坚固。那以前可能有很多 早一点的人，他们常常以前会以为认为说，小孩子他可能什么都不懂，所以骗孩子就好了，把小孩子骗一骗就好了。但是从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来看，孩童在幼儿时期所认知、学习到、体会到的事物，常常是影响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年轻人他们常常对自己有一个评语，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这些学生来帮我，来让我做婚辅的时候，我常常让他们做一个测验。那这个测验当中呢，特别是读台大的，念医学院的，他们常常有一个对自我的评语是，我不行啊，我不行啊。说，哎，你读台大的呢，你是念医学院的呢，你成绩这么好，你这么优秀，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不行啊？因为在他们从小的那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被以非常高的标准要求他们，以至于他们达不到哦。考99分不够，一定要考100分哦。所以这些小孩子虽然非常的会念书，可是常常觉得我不行哦。然后这个观念一直到他念了台大，进了医学院当了医生，他还常常觉得我不行哦。越会念书的人，常常这个分数越高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真的，可是这是从小影响他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小时候怎么样不重要。我在教我们家的小朋友曾雨欣的时候，每天晚上我要带他睡觉前的祷告。虽然这个小孩子他非常的皮，他常常祷告的时候不认真，每次我祷告一句他祷告一句的时候，他常常会把祷告词里面的主词和受词随意的置换。然后说亲爱的耶稣，他自己就会找把耶稣换掉，换成一个你听起来啼笑皆非的名主词，然后受词他也会换掉。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囡仔，这个小孩有认真在祈祷不？他实在是很爱故意捣蛋。但是每次当我很忙没有时间陪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说，爸爸要祷告，没有祷告阿心就睡不着。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在带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当下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在子女的心中他就留下潜移默化的效果。然后诗人在这里提到他们的祖先，他提到他们祖先，说形容他们的祖先是一群没有遵守上帝话语而行的一个错误的对照组。他说不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是存顽梗悖逆的心。我想这一点跟华人的文化非常的不同。华人的文化就是祖先再怎么不好，我们都要怎样引恶扬善。但是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甚至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的孩童，
我们的祖先当中有一群人，他们曾经是很不好的负面教材，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行恶，所以呢，你们千万不要跟他一样，要存诚实的心，不可悖逆，不可行邪僻，才能够行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这一些祖先不光荣的历史成为以色列人他们教导子女的一个很好的教材。那这里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行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段经文当中，他其实对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教养跟奉献。箴言的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教养，它原本的意思是奉献。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会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子女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呢，父母有责任好好的教导子女。可是这段经文当中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怎样呢？你要奉献你的孩童。我们把它翻成是教养，可是它意思是奉献哦，就是说呢，我们在教养子女的那个焦点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如何使我们的子女将来能够奉献自己，被上帝所用。对我们台湾人的父母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想我们大多数的台湾人，亚裔的爸妈都是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曾经在美国有一本书叫做《为何亚裔的小孩总是班上的第一名》，因为亚裔的父母都非常的重视教育，小孩子都不能够出去玩，每天就要认真的练书学钢琴，但是差不多是每一个在美国亚裔父母在做的事情。我们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但是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奉献子女。所谓的奉献子女，不是不一定就是说啊，你要去念神学院，你要当传道人才是奉献。奉献其实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有没有帮助好我们的子女，让他们能够一生学习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让他们的一生不是单单为了追求利益，而是为了能够跟随主的脚步来行。箴言的作者也同时提醒父母，他说使他走当行的道。那这个当行的道，照他原文的意思，直译是照着他的道路，就是说让你的孩子照着他的道路去走。这段的经文，他其实对父母有一个暗示，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能够观察理解我们每一个小孩子不同的特性和特质，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童。我们的对子女的教育，尽量不要是出自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前的弥补。有的父母就说啊，我以前小时候没有机会学钢琴，所以我一定要叫我的小孩学钢琴。啊，我以前就是英文没有念好呢，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小孩英文念到好。啊，我就是大学联考数学少考两分，所以呢，我小孩子数学一定要非常好。很多父母会用补偿自己的心态在教养子女，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的是，照着他的道路，照着他的特质，照着他的特性来教养子女，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得到好的引导，照着自己不同的恩赐来发挥，而不是单单照着我们的期望或者是弥补我们的欠缺来成长。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母亲在教养子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辨识孩子不同的特质，并且照着他们特质来教养他们。做一个父母其实很困难，要不放纵不轻视，又要花时间，又要陪伴，又要了解子女，而且还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他们，这是一个蛮挑战的，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我自己当爸爸我也知道，常常小孩子来找你的时候是你很忙的时候，可是圣经他就是不厌其烦的要求我们，就是你就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特别是每一位做爸爸的，你要花更多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去教导，去影响你的孩子，如此他们才能够有机会建立信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且在上帝所发挥的恩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当中来成长。那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想我们有一些可以回应的，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建立信仰的传承。以色列人他们最重要的信仰传承是在家庭。我常常在想，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女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哇，妈妈是影响子女信仰最重要的，其实 女性的特质，她们对信仰是真的比弟兄追求。可是圣经就是要求我们父亲要担起这个责任。那这提醒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做爸爸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必须是一个认真的好老师，我们要做一个好父亲的角色。那我们要在这个家庭当中成为一个信仰的传承者。第二个，我们要教导教养我们的子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建立一个重要的价值。在我们台湾人的教养当中，我们的父母当中，台湾的父母当中，他常常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我们很害怕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点，我们很害怕我们孩子输在起跑点，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让他学习超龄的事物，念幼稚园的时候，或者是 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补这个补那个，那我们害怕输在起跑点。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跑得快如果跑错方向，跑错目标，那是更可惜的。一般人强调是不要输，但是有信仰的人强调的是你要跑到什么方向去。我们教养孩童的目标不是建立在说你要很会读书，不然你将来就没有出息，你就会没有好的工作，你就娶不到好老婆，嫁不了好老公。我要说的是，这种怕输的价值观不应该是我们教导子女的价值观。我们应该要教育我们的子女，要跟他这样说，你要好好的预备自己，你将来可以奉献自己被上帝所使用，你这一生最大的目标是照着 主的带领在这个社会当中做容神益人的事情。我想这并一点都没有鼓励我们的小孩子要放纵，要堕落，要什么事情都不做。可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输，而是建立在我要为主所用，我要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当我们用这样的这样的价值观来教导我们的子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子女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更懂得我要如何奉献自己为神所用。第三个，我们要在陪伴当中来引导我们子女他发展的方向。圣经这么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并且强调父亲在子女宗教教育养成的那个角色。那可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所碰到的困境就是，做父亲的人常常非常的忙，常常他们很可能在子女一些成长的过程，家庭的生活当中是比较缺席的。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行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对我们今天要做父亲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要用一个绘本来作为今天的结语。这本绘本其实是我们和平教会绘本馆里面找到的。那我进到和平教会的绘本馆里面，我发现里面是一个宝库，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书。那我为什么会接触这个绘本呢？是因为我要去新生国小讲故事给小朋友听。那新生国小那个有很多的故事妈妈，但是我是唯一的故事爸爸。那我们要去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然后因为老师要去开那个导师会议。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非常的好，我就赶快先读给我老婆听。那读完之后，我带去新生国小念给新生国小的小朋友听，小朋友的第一个反应是听不懂，哈，你是在讲啥？第二个，哈，这样就结束了，这样就没有了，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你记得去学校的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有这本书，你去借这本书回去，叫你的爸爸妈妈读给你听，他们读了就懂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本书，叫做东东等一下。东东说，嗨爸。爸爸说，东东等一下，我现在没有空。东东说，嗨妈。妈妈说，东东等一下，我现在没有空。东东说，妈，院子里有一只怪兽要吃我。妈妈说，东东等一下，
我现在没空。东东走到花园，他对怪兽说：嗨，怪兽。怪兽把东东吃到肚子里，然后怪兽走进屋里，啊！他在东东妈妈的背后大吼了一声。妈妈说：东东，等一下，我现在没空。怪兽张大了口，咬了东东的爸爸。爸爸说：东东，等一下，我现在没空。吃晚餐了，东东的妈妈说。他把晚餐放在电视机前面，怪兽吃了晚餐，看了电视，读了东东的一本漫画书，还摔坏了东东的一件玩具。东东的妈妈大声喊：去睡觉，你的牛奶已经拿上去了。怪兽走上楼，怪兽说：哎，我是怪兽耶。妈妈说：东东，我现在没空，赶快去睡觉。故事说完了，你觉得怎么样？新生国小的小朋友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怪兽没有把爸爸妈妈吃掉？为什么爸爸妈妈看到怪兽把东东吃掉都没有反应？事实上，这个绘本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哦。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解释。我不晓得你对这个故事的理解解释是什么呢？我自己看完，我自己的解释是这样哦。其实院子里面并没有怪兽，东东也没有被怪兽吃掉，但是长期被爸爸妈妈忽略的东东变成了怪兽。许多孩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着父母的忙碌，长期忽略的结果孩子就慢慢的行为偏差，从一个原本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变成了怪兽，只是爸妈一直都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当这个小孩子变成了青少年的时候，父母突然认为，我的小孩怎么比怪兽更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你让我们许多人有父亲能够陪伴我们长大。你也教导以色列人，父亲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子女的老师。主，当我们领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在我们每一位要为人的父亲，或者即将成为别人的父亲的弟兄身上，主，你提醒我们，主，我们要扮演好一个这样的角色，也让我们能够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子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火映的圣诗》431首，《基督是我一家之主》。我们起立来唱。Thank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你邀请你为你的父亲，或者是为着你孩子的父亲来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的，我也请你为你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在家庭当中承担一个传讲上帝话语、教育后代信仰的一个角色。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父亲节的这个节期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责任和使命，好不好？我们为着我们当中的弟兄，为着我们当中的爸爸，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事的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为着我们教会当中这些为人父亲的弟兄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主，求你在他们当中来引导、来看顾他们，主，使他们能够得以认识你，得以在这当中主更多的经验你的爱和你的恩典。谢谢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来成全这些。亲爱的主，我们要为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祷告，因为主，我们知道你赐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成为家庭的老师。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认识，也看见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使命，好叫我们能够将主你的话语一代传给一代，来建立主你的百姓、你的子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时间是在8月10号星期日下午1:30，在6楼03的教室。那参加小会问道理的兄姐啊，请记得这个时间和地点。第二项，北二区8月9号举办农历7月平安夜平安美，主题是生命的盼望，讲员呢是福音歌手史英英姐妹。那想要报名的，请洽办公室的小右干事。第三点，
教会呢申请传道师到任，我们欢迎陈光胜传道师在八月一号时候加入本会的教牧团队，也愿上帝能够悦纳他的侍奉。第四点，地下一楼幼儿游戏室的启用啊，本会呢在地下一楼103教室放置了大型的游乐器具，那供1到6岁的幼童来游玩。那请家长能够遵守那些游戏的规则哈，以下是有3项游戏规则。OK， 那第五点，父亲节的家庭礼拜程序。那我想各位手头上都有这个蓝色的资料啊，那也欢迎大家在父亲节的时候呢，能够一起做礼拜，能够使用这个周报夹页里面的内容。第六点，圣诞戏剧工作坊，为了筹备2014圣诞节的戏剧演出，希望能够在8月16号星期六，整天有一个工作坊。那邀请对戏剧有兴趣、有负担的兄姐一起来参与今年这样子的一个圣诞布道会的事工啊。那也可以到一楼的招待桌里面啊去拿取啊它的流程表。OK，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报告的6项事情。今天有新朋友在我们的当中吗？没有。那请各位跟旁边的兄姐请安。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颂赞，荣耀归天父上帝。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使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引导，常与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父亲和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